白都被吹下来了，然后甚至整间房子都直接被吹走，只有出现淹水这种状况。有淹吗？我们自己的民宿也有淹水，不可能那么快修好，因为绿岛的人力资源有限，每一家的屋顶怪胎还亏虐惨绿岛，凉云飞瀑惨况史上最夸张。还亏台风暴风圈侵袭华东地区，连绿岛也不例外，女星凉云飞就深受其害。绿岛当地风速达16级，梁云飞家中的门摇摇欲坠，屋顶甚至被吹走一块。他说这是他这辈子看过最夸张的台风了。很多店家的招牌都被吹下来了，然后甚至整间房子都直接被吹走，其实完全没有办法营业。昨天那个救济员的时候经过，大家正在都在整理自己的家，因为都蛮惨。也有出现淹水这种状况。有淹吗？我们自己的民宿也有淹水。物资方面会不会就是可能都被抢空之类的？三人几乎是全空，然后有那个就是在绿岛的社团，然后有那个网友在里面发言，也是观光客，请问哪里还有吃土块？昨天晚上捡回来的招牌，这雨又变大了。喜剧泰斗脱线的儿子陈嘉诚4号一早也开直播公布台东灾情，停水停电，牧场一片杯盘狼藉。后来风小一点，停电了，大概8点多，我就上床睡，睡到9点就起床了，吃了一颗助眠剂，赶快让自己睡着。越看越伤心，越看越难过。受台风波及的台东同胞，还有他，原住民歌手苏米恩，家中不但停电，二楼淹水到楼下，家中物资甚至只剩一包泡面，让他忍不住真的皱眉头了。外面风雨交加，米恩爸斗士普淡定。天佑台湾啦！希望风雨赶快过去。上帝就要降临了。